是其他的成分，是 100% 的 gold， 纯金的，就是金。今天弟兄姊妹啊，教会要做三一神那个发光照耀的见证。教会要什么？全部是神的。若是我们有一点不是属于神，今天我们用其他的方式说，哦，我们这里爱宴很好吃，爱宴很好吃不一定是属神。我们会所很大，但是没有看到神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会所怎么弄啊，都搞不了天主教里面的大教堂。世界第一名、第一大、第二大、第三大、第四大，我们都去看过，那真的很大，但是没有看到神，没有那些金的性情。给你100分打包票，现在只成为观光客参观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免费，现在啊，因为欧洲啊，欧债这个大家穷了，所以进去还要钱。你要看，你要进马丁路德贴90几条了。以前啊是让你 donation， 现在干脆啊就直接卖票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三一神那一个金灯台的见证啊，金的心情没有出来，或是教会啊大家满了肉体，这金的没哦，应该给个修化完给啊。这个怎么有三一神？金也看不到嘛，你有没有看到神啊？弟兄姊妹，教会就是我们呢、我们作为这些人成为三一神那一个团体的彰显。第二，它是一个灯台，这是什么？脚，你一看这个就是属就是在讲桌用，哎，桌子面又不平，这在干什么用的？哦，这原来是在演讲的时候前面一个台子。但是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金灯台，它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形状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啊，基督是那神格什么一切丰富都丰满。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当里，因为教会应该它有一个确定的形状。阿们不阿们了？你要在这里看见基督，在这里有基督，有基督不是我们弄一个 logo 啊，在基督里啊，那个很多人都看不懂。什么意思？但是画这个的就是说很高威了，而且画这个的就表示是主的威武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太肤浅了。我们里面要有基督确实的形状。阿门。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耶稣的烙印。阿门。都被基督磨成。这个教会啊，起来，他们公共啊，阿德哦，所以感谢主啊！我在高雄啊，我们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做得不错，所以每次啊，有时候下雨啊，我要坐计程车到会所啊，上面讲我要到哪里啊，但是一讲到那里，那个啊，你是不是要去那个教会？我说是，他说哦，这个教会的人哈，拢真有礼貌哦，这个教会的人拢品质真高。心里面很爽快，对对。那阿公说：“哦，那个教会啊，哎呦，那不能去哦。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做三一神荣耀的真实，是不是？还有我们啊，最重要一点，那灵啊，成为这个灯台啊，发光照耀。阿们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你有没有发光啊？你有没有灵啊？我们今天啊，所以基督教里面啊，能够看到圣灵这刚没有一点走进我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初期啊，一讲到圣灵这刚，因为啊，在和合本里面不是在这英文的里面翻译啊，圣灵是叫什么 ？Holy Ghost。Holy Ghost， 哎，讲，哦，哎 ，Ghost 上鬼啊！
所以那你讲讲圣灵啊，我讲，你卖讲这个好不好？哦，伊安尼讲的时候，安尼假乌龟，你卖讲这个好不好？你要知道这个灵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的基督，他是赐灵的基督啊！末后的亚当已经成了赐灵。其实这个灵要在哪里？我们等一下这个中心点就是讲这个了，就住在。他是赐生命的灵，这个已经很宝贝了，但是还要说你有重生的灵。今天这个赐生命的灵就在你的重生的灵里，这是神经纶的中心啊。神要做什么，这个就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中心啊？看到中心了，就继续再看下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要来证明我们主恢复所看见的中心点，真的就是中心点。你自己说的，说你的这个中心点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讲一个中心点啊，但是圣经啊，来给你印证哦。哎，潘水，你讲的都不是这个，神原来的心意都不是这样。你看那欧美歪抓的欧美，对不对？今天啊，大陆啊，常常啊，被盖一些古迹重新恢复。我去西安看了一个大明宫，哦，他们啊，大明宫历史上是中国最大的宫殿，在西安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有一天呢，有人在锄田的时候找到一块瓦片，这瓦片上面里面有刻字，说这个是大明宫的瓦片，因为当时啊，他们这个瓦造瓦的师傅都要负责这个皇宫的这个瓦片，你要负责底下的科目，所以啊，建明宫。哎呀，这口就是瓦片，所以大规模挖掘，说哦，原来这是大明宫的遗址，不止啊，是到那个遗址啊，哎呀，中国现在有钱了，没有地方挖，恢复大明宫的这个以前的规模，对不对啊？那要照到原址、原状，那这不容易啊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是要恢复什么？恢复神原初的心意，他原初的心意。不是啊，他成为高高在上的三一神，所以他今天他要来到地上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他要什么？他要再成为肉身，还要人生的生活，还要定十字架，哎，什么啊？就这么多，这些啊，最后成为至生命的灵，就他什么要做到你的里面呐、要昏迟到你的里面呐、把我们也做成跟他一样。好，所以这个中心点啊，我们就看那圣经里面书信里面，我们先看书信，然后看前本圣经。书信的中心点是什么？不是书信，书信书信还有福音书，福音的中心点是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到书信的中心点了、不只是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的中心点就是写神圣的三一。这个神圣的三一啊，是书信的中心点。我们就从这个中心点呢、我们看到这一个神圣的三一啊，是为着神圣的三一是和三一神的分支有关联啊。没有他为什么来神圣的三一？你看这个第二章就是了，没有他就三一神就好了嘛。所以呢，你看看什么叫主恢复，从第一世纪他们就在这个焦点上就偏差了，所以以后就有天主教出来。哎，这个中心点很重要，他们就从这个中心点，从书信的中心点外传，他们就去啊，三一神叫什么？哦，大家来修建，啊，有亚流派，有内斯托流派，哦，光这个三一神的流派啊，重要的就有十几个，对不对？有多奇特派，哎呀，啥流派这么多派别，都在三一神上面做文章，还有彼此打架，哎，到最后我把你开除。哎，你呢？我把你开除掉的时候，你也把我开除掉，所以教会就一套乱。你看看，他就是书信的那个焦点啊，没有摸着。今天呢、恢复我们就恢复什么？就是把这个焦点看清楚了。哦，原来三一。